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可以的，这边有一家很有名的晚上，晚上有个蒸蒸，它的那个石木鱼，蒸蒸的蒸，哇，煎是吧？鱼，这个一个炸，可是糯米虫哪也是。你知道我们那个疫情期间其实没有人来。 我们正好就把那个电视，把那个很多电缆线下地，所以大家什么时候文化路变宽了，对，那我吃好几次，好，那我们要走早了。来来来，就是那个跟我们那个跟谁，明天晚上就在这边，民主圣地，对，这边让，对。我想今天在林凤鸣砂锅鱼头可以和市长一起吃个饭呢。 非常呼应Molly的本名，对，再念一次，颜色不分蓝绿支持性专区，颜色填正解。今天不论蓝绿，今天都应该要坐下来好好来享用嘉义的美食。没有错，这就是主旨，就毕竟大家也知道我的政治倾向稍微比较偏绿一点，偏台派一点，但是Molly 的名字，颜色不分蓝绿支持性专区，颜色填正解。对，都希望大家一起来感受嘉义当地的美食，让更多人了解到嘉义的好。我们嘉义市是一个民主圣地，民主人民作主，但是人民的民意最重要，所以不分颜色，这不分蓝绿，但是要有是非黑白，酸蓝摸酸豆，但是金牛羊就爱酸和蓝，啊酸金不怕。嗯，相信我的政见其实对于大家来说算是蛮标新。 对大家来说是蛮蛮奇特的，吸引年轻人的选票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。说明天选前之夜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消息？我们准备了一些惊喜给大家，就是很期待。明天晚上还会再下来。第一次大家部分来宾要请游行，然后大家表达自己的理念。我们用理性来交流，来了解彼此，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。这不麻烦啊，跟我家小朋友一样，那个一定挑了，而且挑的干干净净。对对对，哎，你也真的，因为香菜比较重。 OK，是的，对，它的青菜真的很不一样，嗯，哦，很新鲜，你看，对，它那个白玉苦瓜，对，白玉苦瓜，我跟你讲，平常不吃苦瓜，我等一下我们再一块来。试试看，好不好？现在有好几家嘉义的美食，跟人情味最浓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大家鼓掌一下吧。文化夜市。